王爷，沈四海到了。启禀王爷，他儿子沈清怡伪造了您的手谕，现在正关在刑部大牢里。请王爷开恩。抬头。我快点。见血了，王爷已经陨了，沈四海全家叩谢王爷大恩大德，沈四海全家叩谢王爷大恩大德，沈四海全家叩谢王。